这啥呀？啊，这啥？腰子，来一个吧。羊腰子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冷香。好吃啊！热死鱼啊！真干了呀！师姐别吃。干，好吃，师傅一会儿你来一个。挺香的呀。我不吃，我不吃，我那个啥。老香了，你知道不？享受不了，不好意思啊。王助理喜欢吃这玩意儿。你不行，你平常你吃烧烤你老点腰子，你回回都点腰子，不点腰子你都吃不下去饭，你都那我不吃，太膻了，这样拿下去一个，好膻的，你闻闻。不膻，膻啥？你别把那肥油给整掉了，就操，你闻闻。不膻，还行吧。行，给王助理一个，给你一个，嫂子你上。不膻，真好吃。还不散了，太冲头了，再上头，这玩意太冲了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，你看，你来一个，师傅，很香。我吃一个啊。嗯。你吃一个别有油的，有一个油小的啊。这个什么？油小的那个。我直播，我一会儿拍视频吃吧。啊，行。拍视频。这个油小，我把这油抠下来，放在这点上，我不吃。来，其他的。我闻不了这个味儿，太膻了。你尝尝一次你就爱上它，真的一点都不像，一次你就爱上它。来，老铁，羊腰子。嗯，给我来一个呗。好吃。好吃啊。